大家好啊，今天给你表演一个陌生人，一条短的绳子，一条长的绳子。把这个短绳看一下啊，放在手里面，长绳拿在这个地方，就在这个时候一拉，它就会变成了两条一样长的绳子，变成了两条一样长的绳子。在这个时候，有人说了，你能把它夹成一条吗？我在这个地方给它打个绳结，噗，它就变成了一条完美的长绳子。但是有人说了，你打个绳结夹绳子我也会，但是你呢，绳结能移动吗？你这个绳结能移动吗？你能把它拿下来丢掉吗？它就是一条完美的绳子。在这个时候，只要我这样抖动一下，它就会变出一个绳环，变出一个绳环。把这个绳环，如果说再拿起来，给它变成一条引来的长绳子，看好了，绳环拿起来，让它瞬间还原。这就是一个陌生表演。你要想知道这个陌生它是怎么变的吗？今天就先给你做这一下。其实原理非常简单，它就是一个磁铁的绳子，这里掉掉的也是带磁铁的。只要你把这个绳子放在这个地方，看一下，把它拉开，放在这里，轻轻一拉，它都变成了两条一样长的绳子。这就是魔术专用道具陌生的表演。你有了它，你也能玩出更精彩的魔术，可以在舞台上面表演。同款的这个陌生道具啊，在左下角购买。